因为你阿妈爸都过菲律宾，那你是好为了困难的阿妈爸过来。就是我爸妈他们很有趣，是结婚之后两个人是交换地方生活的。就是我是在台湾出生的，妈妈跟爸爸都会带我回去菲律宾去认识那里的家人。因为像我现在就是除了广播节目之外，我在中立也开了一间小店，我现在也是就是研究生。你做多久？安尼真麻烦啦呢吼，啊，都会感觉很忐忑安尼。因为我觉得大家很勇敢，跟我完全不一样。它里面的料的话，它有肠子。开这间店之后，是我跟我爸相处最长的一个时间。我女儿也是有讲，有 COVID-19 有沾到爸爸了。